收唔收到？各位兄弟，喂，听到吗？喂喂喂 ，Hello， 大家好。喂喂喂，一二三四，冇迟到，你哋要 F5 啊，各位兄弟，提一提其他兄弟，开咗啦。咩二一三二是常识，粉红弹得，估唔到你咁睇我，不嬲都系二一三零啊，开始准时。准个大笨钟，大笨钟响了叮叮当当，有冇人有听过呢首儿歌吓 ？Gary 哥哥唱嘅喎，大笨钟响了叮叮当当，跟住咩？唔知咩伴着那海里笑啊，定乜鬼嘢？有冇人记得个歌词？有冇睇到？有冇问题 ？Let's go, let's go, rock and roll。可乐同我讲话佢打前锋同我系有黄金连携啊 ，one more CAM 叫我打，我冇所谓，我系打我进攻中场大智慧，中场大老达叔，中场指挥官司令，卡卡打啦，卡卡卡卡，师爷姐好耐冇见啦，好挂住师爷姐，师爷 B B 几时再翻嚟无线拍剧啊，师爷 B B 啊 ，let's go let's go， 卡卡。CAM, come on. Derek, Derek, 你可以打啊，你个上去定点，陈启泰，启泰，师爷姐系咪打紧 CAM 啊？嗰个人，师爷 BB， 一系启泰你打，好，开得，开始得噶啦 ，Let's go, let's go， 做咩讲粗口？做咩全部星星星啊？中场指挥官系咩？指挥官黐线，中场大佬系你咁大镬啦，保佬黐线，我系魔鬼战将，战场之神，沙漠之狐，龙尾耳吓、啊，人即咩啊？指挥若定啊，百万军中吓、啊，开得 ，let's go，let's go， 个大侠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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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个大侠，我 friend 咧大部4S 即刻俾人收咗，点睇？我阴功啦，仲可以点睇啊？咁样啊？而家周街啲人都用三星啦，都好少人用苹果啦。啊！快啲啊，郭大侠，郭大侠 ，over， 郭大侠，喂，你而家做紧队长啊？郭大侠，等紧你开始啊，全村人等紧你开波，帮郭大侠储紧你出红十八掌，师爷姐可以行得啦。Let's go, let's go。你覺得而家咧最多人用嘅手機係邊個啊？邊個牌子？咩打手黐線？哇！黐線啊！我先又我澄清啊！我唔用呢啲嘅，所有手機我都未。我話俾你，我係用緊啊大牛龜、摩托羅拉，已經俾人收購咗摩托羅拉嗰啲大牛龜嘅第一代啲咩天地線啊！啊，同我紅金寶一人一部啊！嗰陣時啊，嗰啲大牛龜啊，大水壺點解叫大哥大就係當時啊？你都用大哥大啊？啊，系咪真噶？你知有个以前咧，旧时有个机壳日本仔出咗一个咧，俾啲细嗰啲手机安落去变翻做大哥大噶，你知唔知啊？啊，今日我老把声烂晒，但系讲得都 OK， 咁咪好咯。好似我早几日咁样，我开台我把声都系烂晒，一样讲得 OK， 冇问题，冇难度，系嘛？呢、這个系所以点解我早排我坚持开台就系咁，示范一次俾你睇，明唔明？啊、你而家就知道达叔个用心良苦啊，就唔系话我话俾你听，人生咧好多时好多情况咧都要顶硬上，系嘛？唔系话哇我咁嘅状态唔好，执一再次冇嘅机会系咁样就系得一次，系嘛？考试嗰啲啊，公开试啊嘛，好多嘢逼你啊嘛，系嘛？例如话无啦啦你打紧仗系嘛，突然间人哋夜袭，你唔好话喂我咁嘅状态唔好，你第二日先至再嚟夜袭过，系嘛？人哋唔会理你咁啊，睬你都戆居嘅，见你日见你状态唔好，即刻一刀劈落去，系嘛？啱唔啱？点解唔用电报机啊？我唔识，因为我读嗰啲摩斯密码好慢啊嘛，啊，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啊，你咩型号啊？你质问我，你问者先答，啊，听日学界打疫有咩要注意？留意体力，小心控制你嘅体力，啊。去到拉屎留前透后，记得拉屎之夜先是再发狂攻。今日中文 all 考试讲咗一句，你点睇俾 Miss 扣分？你话你凭咩？有咩问题？问人哋点睇？邀请人哋讲嘢仲扣分？哇！咁你黐线嘅，你即刻问 Miss
啊，你我正常咁样喺度善意邀请，讲佢一句嘢，我呢个观点你点睇？好正常，你点睇啊？我嘅意见就系咁啦，你点睇？有咩问题？何罪之有？啊 ？Manchurian 系咩嚟啊？满洲国啊，喊出嚟！呢条友居然自称满洲国，我哋一定要怼冧佢。呢、这个满清坛子赶佢翻嚟黑龙江啊！赶佢翻嚟嗰个塔坦嗰度，岂有此理？你有冇睇以前满洲叫咩 Manchuria 噶嘛？啊，因满族啊嘛佢啊，你有冇读世史英文世史佢系咁样噶嘛？好，即刻开波！哇，对面阿仙奴波三喎，有朗拿度坐阵喎，啊，不容忽视。哇，系喎，讲开朗拿度咧，有冇觉得咧肥版嘅朗拿度咧，同即系而家咪有晒头发？诶、哎，大叔啊，照落去，肥版嗰个朗拿度咧，同嗰、那个你有冇睇 Prison Break 啊 ？Prison Break 咧，咪有个人叫 Michael Scofield。佢后来咪肥咗嘅，我觉得佢哋个样好似，你有冇觉得啊？肥版嗰个朗拿度同嗰个啊 Michael Scofield 嗰个演员啊好似，佢后尾都发福啊，两个人后来都系越年轻力壮嗰时好鬼型噶嘛。我 Michael Scofield 光头瘦瘦地，跟住又纹身纹到成身都系嗰个迷宫咧，好鬼型啊，唔似黐线嘅，你够啦，我肯定你哋话似，讲真。啊，今日讲开你讲开呢啲咩球员咧，我有单嘢想讲。你有睇咧嗰个哥迪奥拿咧，咪过咗拜仁嘅，跟住咧佢咪阿巴塞嗰啲人就话咩？巴塞嗰啲人咧就话咩啊嘛？谂住咩咩可以将咩啲 B 队咧，有啲人已经好劲啦，可以踢甲组嘅。佢觉得啊，可惜冇机会升上嚟，跟住话咩愿意过去。跟住咧，其中有一個咩域圖華迪斯唔肯續約巴塞啊嘛，咩話想過去，可能要去拜仁。我即刻話求之不得，唔該，好行夾唔送，快啲成隊冇巴塞冇喎，你會更幸福快樂嚇、啊？你點睇？我話佢個個啲沙維啊，嗰啲小嗰啲嚇小白嗰啲都未咁全，美斯係佢最全，唔敢續約喎、啊。我話有球隊肯同你續約，你應該偷笑啦。我話。域圖華食啊，華迪斯啊，你點睇？哇，會唔會太靚？呢下你睇，換車身窩你啊，蝎子射球，仲衰過連拿啊！我係巴塞嘅 fans， 我都完全係勁，我完全係好憎域圖華迪斯。嗰陣時咧有一次有一年係買咗阿盧士圖列巴，你知唔知邊個？嗰陣時世界盃好鬼勁咯，土耳其籠咧。就搽啲嘢喺塊面下低噶嘛，喺面盒就會畫啲油彩，黑黑地色嘅油啊，又搽眼線啊嗰啲咁樣啊，嚇扎條長辮啊，嗰、那個好鬼勁。巴塞又買咗佢，跟住唔知做乜鬼嘢又賣鬼咗佢，用翻域圖華迪斯，真係精神有問題嚇。啲、啊、人話佢咩唔識講西班牙文定咩，梗係俾人歧視定咩，梗係唔俾佢踢嚇。啊成個智內也咁啊！你覺得嗰個路士道列巴？我覺得嗰個籠係佢有冇攞個獎啊？即係最佳龍門獎嗰屆好似俾咗德國咯喎。其實我覺得嗰個仲勁啊！路士道列巴講真嗰隻滑個大俠，呢個後抽好瀟灑。Derek 睇下你，俾翻可樂，可樂再跌落去，個大俠有機會啦，叫緊胡啦，再嚟貫車身窩嚟，可惜啦。翻世足球咧，比赛用细笼再摆出万里长城阵，对方久攻不下，会唔会太有霸气？非常之有霸气，呢家系策略性击倒佢哋啊！你应该即刻摆一个拉士，你应该突然间摆一个人，突然间放上前面嘛，等佢系咁好似少林足球喺度围住你喺度射嘅时候，你即刻整个单刀入佢一球啊！佢肯定即刻冇声出，冇仇报。好，睇下点啊，郭大侠，大叔个走稳位噶啦。好，大叔个冇问题啊，攞到。好，系啊，等人嚟啦，再斩埋远处，哎呀，过到头啊，又可惜咩啦？好啊，系啦，对面人都攻唔到。有冇睇咧？今日咧有单新闻话咧，嗰、那个李克勤咧就话咩要去嗰、那个去一间学校咩宣传嗰个咩决战一分钟，你有冇睇？咁啊，跟住咧去到啦。咁啊，即係好開心啊！宣傳啊，咩好多明星過去，咁啊啲學生好開心啦。跟住啲學生一時興奮得滯，就嗌咗李克勤就哇，個宋禮勤喎、哦，咁講佢話口痕，個報紙就寫話咩有學生口痕叫佢做宋禮勤，搞到咧李克勤咧就好鬼死尷尬啊！你點睇？李克勤好似都係有送禮嘅，去到嗰度嚇，到時亦都有送禮，嗰陣時都係有送到禮嘅，但係嗰個禮物即係又有收好，就冇俾人攞唔到。你有睇過？
吓、啊，有冇睇过呢单新闻？黐线，肯定系你班友其中啦，肯定系。有冇人？有冇人？边个系嗌宋礼勤嗰、那个？唔该，自己认头啊！系咪喺你哋入边？快讲，老实招来。我想知佢有咩反应啊！你同佢讲。自首啊！点解你哋唔送翻嘢俾佢啊？宋礼勤，我话你成日送嘢咁惨，送翻啲嘢俾你啦，送啊！送啱鹽俾佢啊嘛，好俾到落去啦，呢、這個直線有機會噶啦，吸到過嚟，郭大俠出去我未遇頂，可惜啊俾人啊攔到啦，陳景泰繼續啊控住個波，俾翻落去撥華，郭大俠想推過唔推住再嚟扭得靚啊，去到近處可惜啊，今日有冇馬鞍山冇得叫啊？點解個？嗰間係邊間學校咩？德信，我睇下機會啦，俾咗直線好靚，哎呀，可惜啊，俾人攔到啊，俾人阻住啊，達叔呢下直線啊，俾到啊，可惜啊，俾人拉一拉衫啊，想唔貪功，倒反而俾人嚟啊，識穿咗，下次應該直接射。喺咧老師面前瞓覺咧流曬口水，點樣？點算好？如果不失霸氣啊！你話我以前試過流口水咧，講真，講開呢個經歷，我以前試過流口水，瞓覺流口水喺學校。咁咧嗰一日應該係朝早11点到，我已經瞓啦，我 lunch 都冇去食，我記得瞓到去放學。咁一起身咧，咁啊中途有啲人派啲 notes 墊喺我嗰、那個啊嗰、那個踭嗰度啦。咁我一起身嘅時候，喂，講埋呢球先啦，達叔再唔貪個威啊，可惜啊 ，David 啊，依下可能係俾嘅，但係點解係嘛？定係射塌咗 Q 啊？咁啊，咁咧我有啲人會攝啲碌屎落嚟啊嘛，咁我一放到放學嘅鈴鐘一響咧，我一起身，成張碌屎已經濕曬，成張碌屎已經好似吸濕大笨象，吸曬嗰啲口水，係成張濕曬，得我壓住隻手前面邊邊嘅。大概六分一嘅位置冇濕，我即刻哇咁核突嘅，我即刻咁講，我二話不說就即刻，我即刻起身啊，我就即刻撥佢落地啊，跟住一路踢踢踢踢到我去垃圾桶咧，手都唔敢掂啊，咁攞兩隻腳咧咁樣夾住張紙，跟住一嘢摺起佢咁樣就掉落垃圾桶啊！好嚟啦，你有冇試過啊？不失霸氣，你流口水不失霸氣，對住老師你啊咁講，老師又分得好啊！我話多謝你，我話你即刻講啊，多謝你，我失眠咗好幾日，全教一聽到你把聲，我覺得好安心，好舒服。你又咁話，一聽到你就感到春風化雨，春風化雨暖透我的心，咩咩無言地鬆震，依家你啊唱兩嘴，跟住話多謝你，你令我終於瞓翻覺，我唔使再變做我愛羅失眠咁耐嚇。你又即刻咁講，咁佢又會開心噶啦嚇。咁就不失霸氣啊！我上次都試過，不過考試卷啊，咁威水嚇，話你考試都瞓覺咁勁。不過我諗起一單嘢，以前咧我考試會考定乜鬼嘢，好似唔知作咩開卷有益定乜鬼，好似有一條題目。跟住咧，我睇到後面嗰、那個咁交啦，咁我唔係作呢條，我唔鬼記得啦。咁咧，我後面嗰個人咧，我即係你要啊，我一嫖即係拉屎咧收卷啊嘛。咁我入波啦，可樂即刻入波，你睇我度可樂一打前咁樣夾一夾咧，我今年攜冇問題。咁咧我向後啦，即係收交完卷，我收即係我喺度睇啦。我見到後面嗰條，你知唔知寫咩？佢寫咩？咩打開一個櫥櫃定雪櫃咩？有好多卷。啊、有好多卷物，咩加州卷啊，咩芝麻卷啊，咩蛋卷啊，卷都系我最爱吃嘅食物。架开卷有益，准备射落去靓波啊！50分钟轻轻松松又入波，吓、啊，咩、啊、芝麻卷咩卷花生卷，个卷有益嘅喺度讲咩写咩营养价值，我好似睇到隐约就睇到呢啲咩蛋白质，我哋先嚟讲咩蛋卷。蛋卷咧咩中國嘅傳統啊，點點點點點咩用純咩最好食嘅就唔知咩邊間牌子嘅，佢好似咁寫，我唔知佢幾分，因為我唔識噶嘛，素未謀面啊，好想知道。如果又話嗰位兄弟，如果你有聽台，當年係你寫，我想知道你咁樣寫之後，嗰個老師肯俾你幾多分啊？佢有冇抹殺你個創意？又唔可以話佢錯呢位同學啊？
讲真 ，A 又系你啊，真系 A。香港我反而觉得系嗰考试局唔会咁好喎、啊，香港啲老师边会咁好啊？肯定都系求其俾啦。哇，佢话练题睇都唔睇啦，佢话耶开心又打个考察攞 U 啦，跟住又赚几百蚊卷噶嘛。佢哋计份份咁计啊嘛，嗰一份哇又入波，可惜啊冇。喊出嚟啊！得我收到啦，你 PM 我嘛知道啊，攞 D 啲合格都好啦，话俾你听呢篇文，我话你分分钟攞 E 啊 U 嗰啲嘢，讲真。啊！最中意睇 JoJo 第几部？我最中意睇应该系成太郎嗰部啩，应该系好中意出睇佢出奥拉奥拉啊嘛！佢最中意成太郎就系咩？我谂咩 Dio 出嚟，我就要谂下点样用嗰几秒时间用奥拉奥拉把他揍他一顿。冇睇嘅人就唔会知道咩叫奥拉奥拉。有一个 JoJo 奇妙冒险咧，我讲讲先。嗰啲畫風咧好特別嘅，嗰啲人嘅 pose 啊，佢哋每個人出場嘅時候都會擺啲好奇怪嘅 pose， 好似嗰啲瑜伽姿勢咁啊，你會見到嗰啲肢體扭曲曬。咁咧佢哋，你當好似通靈王咁啦，每人咧都會有個替身咁樣，有個特殊能力啊。你哋有睇過通靈王啦？啊，嗰、那個咩麻倉葉就有嗰個武士啊嘛，有個咩有個女仔啊，有個李小龍咁，哇唔係入波嘛，個大俠黐孖筋。會唔會太勁？咁啊，《JoJo 奇妙冒險》咧講到嗰個主角，其中主角嘅，哇！睇下你入到人哋嬲啦，郭大俠，你咁樣都射得入人哋，即刻嬲到掹線，係嘛？滿清達志終於走咗啊，俾我趕翻去。不教胡馬咩啊？道陰山啊，不教道陰山，你記唔記得有個 user 叫不教道陰山？就係、是、當年咧有個。将军好似李广定李牧啊，系嘛？我唔记得啊，呢首诗系讲边个？佢啊就最后就赞佢就话不教胡马度阴山，就系嗰啲鬼佬嗰啲满嗰啲坛子就唔够胆再入嚟啊！反清复明成功，咁啊！我先讲，啱啱我里边啊，讲到 JoJo 嘅主角咧。嗰、那個超必殺技咧，那個佢嘅替身嘅超必殺技就叫奧拉奧拉。咩為之奧拉奧拉？你而家喺度出百裂拳、北斗百裂拳，然後你又係咁講奧拉奧拉。佢每次出咗百裂拳嘅時候，就會講奧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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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咁所以佢嘅絕招喎，佢嘅招式名就叫奧拉奧拉。我覺得佢改得好好啊，就係、是、以星詞佢招式名啊，你點睇？又係滿清太子喎、啊，你啦。穿黄色衫你就知道是满清太子，满洲人最喜欢黄色的，什么正黄旗什么鬼东西，吓到屁滚尿流，不够胆再入来的，你看不教胡马道阴山，无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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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什么怪癖啊？没有啊，我没什么怪癖，因为我正人君子，行得正企得正，没有 啊全部良好嗜好，没有怪癖啊。我把时间停止了，你输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你激怒了我。这个成太郎最喜欢讲的东西啊，什么打钉 FF 痴线，什么龙阳之怪癖痴孖筋，精神病屈得就屈。刚刚有个人呢，有位兄弟就 send 了一条片呢，讲日本仔呢变态食烟的啊，成功 club 喎、啊，对面成功学会喎、啊，吓、啊、成功足球队。咁啊，有个日本仔咧就将好多嗰啲烟嗰啲烟丝咧倒落去，自己整咗一个攞张画纸咁大嘅纸咧，就重新将几廿盒嘅，将一条烟去，你有冇去免税商店啊？一条烟又唔知八排定八包嗰啲烟噶嘛，跟住将啲烟丝倒落去，整咗一支大烟，吓、啊，跟住自己整累赘，跟住喺度吸。吸吸下咧，跟啲煙絲漏出嚟，好似著曬火，好似放煙花咁樣啊！精神病。跟住佢吸完咧，佢好似吸咗好似一兩啖咧，佢已經係咳到黐孖筋啊！啊，你千祈冇事，吸煙本身都唔好啊！跟住佢哋仲要吸到咁樣咧，個肺一定黑鬼曬，吸一啖已經冇可樂，再俾落去，俾到大叔，大叔再嚟射落去，有冇保重？喊唔出嚟。好嚟啦，淘寶。啱啱有位兄弟讲淘宝网咩啊，靠仿真充气娃娃送来咩有动啊？等阵先，可乐斩下你。
哇靚波啊 ，Derek！ 入啦入啦入啦！即刻入波！哇下下又又啊！佢賣你啊，俾哇下下贊助啊嘛！啱啱有人話咩啊？個充氣公仔好似送你一個陽力啊！佢咁講嚇，話個充氣公仔跟住陽力嗰個嚟整嘅，定係點樣？咩意思 ？Third on 點算啊？我唔緊要嘅，我話你出到去考試，你出到去見工，人哋都唔會問你咩 on 佢都係嘛？最基本都係問你有冇你個學歷去到邊，冇人叫你咁聰明寫埋哦幾級榮譽畢業噶嘛？係嘛？啱啱？你唔使咁嘅，你話、哦、我乜不大咁啊得噶啦，跟住佢就會同你面試，跟住見你傾啱嘴型嘅，跟住佢先就會請你，係嘛？見工最緊要呢、這個學，即係嗰個咩啊？呢、這個學歷都係一個入場票嚟嘅啫，嚇、啊！即係最基本嘅要求，最低要求，係嘛？最重要都係睇你面試啊嗰啲成。啊！冇人會知唔知你 first on 啊，係嘛？你匯豐銀行嗰啲你都可以照見啊！啲大銀行嗰鬼知啊，係嘛？你翻嚟沙積未好翻，未好翻。依家有聖誕節，你係咪又去咗日本啊？又去玩咗邊個日本女女啊？沙積次次一唔喺度，我就知道佢係去咗日本喺度啊玩女女，好似人好似同生一馬咁啊，四圍去嗰啲風花雪月。好，可樂。系点啊？俾到达叔，达叔啊，再嚟俾郭大侠好靓嘅直线啊！睇你郭大侠点样发挥，切入去，好潇洒，入波，轻轻一跳，十六分钟成功啊！达叔俾个直线啊，可乐先传，还传俾达叔，达叔再轻描淡写一下 ，no look pass 就硬落去俾啊郭大侠，好漂亮！夜店之路。今晚咩？今晚嫖黐孖筋，嗰度我好似成日嫖黐啊！今晚要翻工啊！话俾你听，今晚要翻工赚钱啊！揸翻啲的士啊，俾条女女揸取咗几多钱啊？吓，四千几，哎又靓啊！啊，俾得好靓，睇睇郭大侠点啦！好，俾落去可乐想射啦，可惜啊，对面出型出得早。有冇方法辞职可以显霸气？你想唔捞？你掉翻一个月支票佢，我而家即场唔捞啦！你咁讲啊，讲笑啫，梗系唔好咁样嚟嘥自己钱啦。教你啊，你将所有嗰啲要做嘅嘢全部唔做，去到最后或者有啲咩 project， 哇，应该俾佢铲个郭大侠啊，应该翘起一镬翘起你公司啊，或者咁，或者咁，你应该联同晒所有，你静鸡鸡煽动其他人一齐辞职啊嘛啊！好，睇睇达叔有冇机会俾落去。我攞去卡卡卡卡想射啦！你煽动其他人一齐辞工嘛，一镬翘起间公司嘛，即系佢话哦，我哋全部人一齐辞工啦。佢话 sorry， 我唔知第一份，我哋全部人全体一齐辞职吓。你咁大佢嘛，好似嗰啲你呢个招数系参字嗰个唐元宗马毅逸，马毅逸呢个要呢个杨贵妃咧吊颈喎，你有冇睇啊？全部人啊邊個郭子儀問梅壓借兵定乜鬼嘢嘛，就走鬼咗嗰啲户，跟住佢哋喺度走佬嘛，啊人哋已經打到入嚟安史之亂，跟住唐玄宗咧去到馬毅亦個士兵話唔肯行，除非你刺死呢個楊貴妃，係嘛？你係咁講，全部你全部人一齊唔做嘢，唔使你逼佢炒你啊，或者我你咪炒我咯，話啊你話我基本嘅嘢我會做，我唔會遲到啊，但係滿唔滿意係你嘅事，你係咁講。你咁樣啦，叫你打份文件，跟住你求其畫隻龜咁樣掉翻俾佢啊！哦，做錯咗啊，再做咯咁樣，佢唔可以炒你啊嘛，咁咪無理解僱啊嘛，係嘛？跟住你全體同事一齊咁做，啊逼佢加你人工，咁啊最有霸氣啊！你點睇？好對面啦，大家唔好洗咁長，記得冷靜啲啊！一洗太長我都睇唔到你咁厚。啊！咁厚一劈嘢，我睇唔到，短短地一兩句就最好啊，係啦，呢啲啊，我安史之亂啊，好嚟啦，俾落去 David。有人問陳成基嗰張相係咪我啊？陳成基嗰、那個由阿、周潤發都去影相嘛，即係下低有個著紫色衫嘅係咪達叔啊嘛？你咁問我，梗係唔會講俾你聽，你自己諗下，自行判斷嚇、啊。好嚟啦。我啲又唔可以輕易講，我睇下可樂點啦，俾落去俾得好靚嘅吸落去，阿叔話控一控，再嚟斬落去，可惜啊俾人攔到。前幾日去完韓國，個個女仔嘅鼻哥一樣啊，好恐怖啊！點樣一樣發先？
啊，你可唔可以形容下咩鼻？点样量产法？啊，个鼻系有模型咁样砌落去、戴落去，点样一模一样好难喎。有啲人例如天生鼻扁嘅或者鼻高，有啲天生猪胆鼻，啊，佢会削翻少佢定点样？啊，戴个咁嘅鼻真系好靓噶咯，已经系啊，靓到绝伦，戴个咁嘅鼻。你意思即系话，你意思即系话大叔唔整容都已经咁靓话，戴个咁嘅鼻，系啊，啊佢哋就系跟住大叔，你唔知嘅咩？整容嗰啲都系咁样啊，整几张相就系话，哦你想跟边个明星整啊？哦你想跟大叔嗰、那个，哎呀有机会啦，有冇机会先？可惜啊俾人拿到，啊佢哋会俾啲咩李嘉欣啊啊嗰啲咩系嘛？嗰啲天后级啊嗰啲俾佢睇啊嘛，哦陈慧琳啊嗰啲诸如此类。最近流行系俾大叔咯，话你系咪想整大叔呢个样？哦，咁你要眼睛要大少少，啊嘴唇加厚，咁类似咁样啦，系嘛？佢话眼睛唔够有神，双眼皮唔够深，佢话割落去，啊！小心啊，睇下先啊！女友对你好冷淡，你有冇做错啲咩先？啊，你就咁讲，好难讲啊，呢位兄弟。啱啱，比达叔，比达，你话我系比达，好，上半场啊，暂时啊领先咧，呢、这个2-0，吓、啊。咁咧有一单新闻，就系咁啊。嗱、啊，个标题咧已经包你笑噶啦！佢话春节啊，赶住双体，哇个大侠，我冇咁劲啊，系咁入波。春节咧就赶住双体啦，佢话收报咧啊，处女膜嘅人咧就急增，你有冇睇过啊？农历年咧佢话咩就嚟啦，税啊嘛，广州咧佢话东莞嘅各区医院咧就发现咧佢话要收报呢个处女膜嘅手术咧比平时多30%啊！原因系好多未嫁剩女咧，俾远方嘅父母逼住翻娘家相睇，啊，顾及咧家人咧观念咧比较保守，为咗增加相睇嘅机会咧，就急速咧就要修补，啊，你哋点睇？呢个系嚟自消息来源啊，嚟自嗰个羊城晚报，啊，你点睇？系太过肮脏我一意啊！你睇下，而家已经好少人好似达叔咁守身如玉嘅，啊，我成日都提倡你哋嗰个柏拉图式嘅啊恋爱主义。系嘛？一早讲，你咧就系养兵千日，用最啊用于一时，系嘛？嗰个嘢就系用要养住啊嘛。你一提早咁乱咁用，系嘛？去到而家翻到屋企啊，冇面目见江东父老，就收佢话哎呀丑死鬼啦！佢话开会咯，到时就好似嗰啲雷雨咁样，家门不幸啊！聪叔又走嚟啦，家门不幸啊！家门系嘛？喺度讲呢啲系嘛？如果你当初个衰女，你个死衰女包啊！唉，点会咁噶？我点会生过呢个咁嘅女？真系家门不幸啊！呢、这个就系阿聪叔又会激到爆血管嗰啲，啱唔啱啊？呢啲就系咁啊！如果你系嗰啲咧，佢原因就系佢去咗都市咧，佢就觉得以为开放冇人知嘅咁样，哎、有冇机会攞到啊？系嘛？佢以為冇人知道，第一就唔係啦。我話俾你睇啦，呢、這個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你都要多做好事。唔好以為嗰啲咩打釘冇人知道啊，可能上帝已經同你計住佢啊。佢到時你死後百年歸老之後，佢就喺度同你講人生總結，好似人中之龍咁。你每過一關咧，會有啲評級，即係話打釘次數，佢會講俾你聽。佢你一生之啊咩打過幾多次釘，哇喊出嚟俾人入波，係嘛？一踏就走一個人後。咁啊，佢会喺度写低 mark 低你个啊，上帝就会 mark 低你呢世人打咗几多次钉，做过呢婚前性行为几多次啊，做过啲咩缺德嘅事，咁啊，你唔好以为唔知系嘛，啱唔啱？好嚟啦！我嚟家出走去咗网吧 hea 时间 hea 到听朝8点。但身上就嚟冇曬錢，點解你要離家出走？呢位兄弟真心一問，如果你係呢、這個你係講真定講笑？如果講真，我先同你啊，因為我驚我以為你講笑咧，我話用嗰啲輕飄嘅答案對你，你真定假嘅啊？如果你唔好攞呢啲嘢開玩笑，因為呢個比較嚴肅喎，呢、這個問題比較嚴重啊。
好嚟啦，睇你点啦 ，Derek。